更想去研究那些滑轨的操作台。一个破门居然强制切换人格，皮星之前到底在搞什么研究啊？失去了中枢控制力之后，妄想、遗忘、国境内全是一些生理负面效果，应该是某种仿生学秘密研究。从资料来看，吉星擅长的一直是这类技术，机械只是建造，仿生才是创造。说到这些研究话题，你就变得活泼了。姐姐别取笑我了，我们现在在森林最北面了，离目的地反而变远了呢，调整方向吧。We'll be right back.
伴了。你说，你总是忘记你已经是一个可靠的小姑娘。刚才日记有一段提到，齐星曾经开发了一批记忆装置，用于无感意识赛车。这批装置放置在忘川之森的东南角。哦，是所谓的解放肢体意识遥控吗？看起来也是 QSB 的能量驱动的，跟梦境内里的辐射效果类似。放置在东南角，我猜想，如果我们找到这批装置、终止或者彻底激活它，就能够让这片森林恢复正常。那我们就直奔右下角吧，让你再见见全国大赛最年轻的冠军的真正实力。姐姐一直都是最棒的赛车手呢。交涉，对方表示，除非他交出存放在芬里厄身上的 Q-Speed， 斯寇蒂拒绝了。第二天，在幻想王国，或者说飞车大陆还没有做好任何准备的时候，入侵战争开始了。接着念吧，我感觉好些了。趁我现在还有精力，身体给我，我先往前开。Then they reach storm level.真正像他的名字一样闪耀吧。
有转变吗？机关，我想参考一下斯寇蒂的日记，或许有破解的方法。斯寇蒂的日记？啊，你不记得了？我记得是你先提出我们带上他的呀。你一说，好像有些印象。该死，怎么回事？好像有点迷糊了。All right. Second redstone level.
不行，我不能再往前开了。我们先来搞清楚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从检测结果来看，这片忘川之森似乎笼罩着一片奇怪的磁场，而且强度极大。真是的，关键时刻芬里厄也不知道去哪里了。但我能看出来，这不是什么好兆头。姐姐，我注意到进入这座森林之后，我们的赛车服上极星宝石一直在闪烁，难道这也是某种由于极星 Q Speed 遗失带来的暴走能量？我翻翻日记本，看看能不能找到相关的信息。
想接着往下看，可以吗，姐姐？当然，不过我们要抓住重点，尽快找到这片森林的猫腻。我能感受到我的记忆在融化，似乎存在也在被这具肉体抹杀。从理论来看，或许是因为这些记忆并不是姐姐自身产生的，而是为了保护我而与我分担的。那更不能失去他们了，不然你一个人承受着这些痛苦的回忆，一定会觉得孤单吧。姐姐，我们抓紧往后看吧。